台南建设早，总有许多说不完历史故事与人文景点。到台南除了到常见的几个景点，想来趟生命自然之旅，不妨到位于左镇的自然史教育馆。自然史教育馆是国立台湾博物馆的分馆，着重台湾自然史的教育概念，并强调地方性的自然特色。因位于蔡寮溪附近，所以为古生物化石的重要出土区及野生鸟类保育的重地，加上西拉雅平埔族文化，成为一个自然博物馆。来到左镇旅游，别忘了来自然史教育馆，窥见台湾旧时光的岁月痕迹。